来，请跟我们说一下这次这个高雄行进乐团有什么特色？今年国庆大会文化总会特别邀请到高雄行进管乐队来。那他们是美国 UCLA 大学的这个管乐队，那他们在这个美式足球场上有非常多的这个精湛的一个表演。那这次邀请他们来，其实也是象征台美的一个友情。那台美这样的，我们彼此是好朋友，所以在国家庆典的时候，希望我们也邀请到他们来做演出这样子。跟我们说一下，他跟翡翠骑士有什么样的差异？这次文化总会邀请了日本跟美国两个学校。那日本翡翠骑士呢是高校生，那他们的演出呢，比较是一个在固定的一个范围的一个演出。那UCLA 呢，他们比较擅长的是在这个美式足球场上的一个大型的一个移动演出。那两个学校各有擅长之处，那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形式，展现台湾跟美国还有日本的一个情谊。那民众在哪边可以看到这些演出？我们今天在这个10月9号的下午，我们会在两厅院广场先有一个四校的交流，包含台湾的建中管乐队，还有这个海军官校的这个鼓号乐队，以及这个 UCLA 跟翡翠骑士会一起。那明天呢，国庆大会的时候呢，两校呢，这个美国跟日本这两校也都会在国庆大会上来做演出。